各国男生找妈妈要钱。韩国，阿妈呀，怎么说？呀，초리공을잃었나？哎，西班牙，초리우스나이고，초리공을잃었나？哎，레시도써。三만주고，日本，我告诉你。もしもし。天气越来越热，空调里开不起哇，好酷啊！曾经我夏季里为了你哦。就是小你呀，妈妈。错了吗？我没钱了。美国。Mom, I'm short of money recently. Can you help me? Of course, my dear. Thank you, Mom. 泰国。妈妈呀！哎，什么啦？医生要打电话来啦，催我手术咯，我没钱啦。哎，不是来，好的开。哎，中国。喂。哎妈，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我想你了。没钱。当老外在中国学会砍价。老板，这件衣服多少钱？又是你，咋了？那老太婆没跟你起来？哇，她腿脚不利索。那个比较贵哦，要1000。你别笑。老板，这衣服怎么卖？300。30。不是，这阿姨哪有你这么砍价的？这进价都进不来。100。好嘞，我给你招待。妈呀，天光了。来，扫码付款。老板，要不你退款就讲。哎呀，没事，就100，我亏本再送你个袋子哈。我不买行吗？做啥饭呢？虾呀。妈的，还敢骂我？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真虾呀！你好，一共99.8。看我干啥？你结？你结一次呗。每次都是我，咋地也轮到你啊？结账。先生您好，一共99.8，一张就行。让你结就结，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喂，你别笑。来，这张。这张没钱。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卡，还差4毛。需要购物袋吗？拿一个。好的，购物袋2毛。嗯，购物袋2毛。哎，帅哥。这是公共场所，请不要抽烟。这么多人没说话，咋就你说话呀？就抽，关你屁事。来，老婆，你做事。咋呀？什么？他抽你也抽，抽吧。好啊。这么没有素质吗？啊，看你刚抢衣服，要卖命的啊！谁教你的？谁教的啊？真是坏了。哪坏了？这样就坏了。你看这我你别笑。不是，那好像进墨水了，这真是。咋没进你脑袋里啊？什么怎么没进你脑袋里头你别笑。你干什么的？啊，我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饿了。饿了。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嘛？开不拉的，拜拜拜拜。
先擦鼻涕后提裤，从此走上社会路。你干嘛？你知道我的曲多少钱买的吗？900块钱可贵了。不就900块钱吗？给你，刚好900，裙子是我的呢，赶紧脱呀！钱都给你了，赶紧的呀，裙子是我的。怎么还不脱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哪喝的呀？我昨天半夜起来，一口气。喝了一整瓶矿泉水，我想起来了啊，想起什么？昨天跟你吃饭的时候，不是让你垫付了一瓶矿泉水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那种在乎3块钱的人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真不在乎。昨晚看见一对两口子被人拿到劫持了，我刚要报警，就听男的喊：“媳妇儿快跑，别管我，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。”当时就被感动了，本想出手相救，结果那女的边跑边喊：“一定要一个人吗？我再找个老公行不行？”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最后劫匪带着同情的目光把男的给放了。你真的还需要开学吗？我现在就感觉那学开不开也没啥意思了，就哪怕我把学校的衣服取过来，现在能不能穿进去都是回事了。那我现在跟家里人的感情啊，现在已经是彻底破裂了。刚放假那阵儿，我和我妈的对话：“你想吃点啥呀，妈的大宝贝儿？”现在的对话：“愿吃啥吃啥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叫妈。”那花呗本来是每个月月底能让我快乐的东西，那现在呀，让我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啥也别说了，现在太难了。一天就知道麻麻麻的，连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去回家爸去。一天净是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闺女回来了。啊，我妈呢？我妈呢？破坏人呢？破坏人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怎么确定？我也有什么意思？爸，你给你老婆买的包包要过年才能发货了。咋了？咋了？外面在下雨，屋里不远，等我去接他。哎，你什么东西？我就扔了微信了。杨同学，来了。没啥子，亲爱的，我都想跟你说，咋个出来一直说，老子看到你都烦。我们在一起很辛苦了，早就应该分开了。但其实我就想问你，要不要嫁给我？嫁给你还不嫁给你同桌？宝贝，你老婆来电话了。老公哪呢？哎，媳妇儿，我在公司加班。我忙着呢，哈！屁你！你个畜生！你在哪忙？在啥了？在哪忙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下回记住，再遇着那个东北小丫头，别劝她喝酒，她要说不会喝，那就拉倒，知道不？什么叫深藏不露？昨天跟我几个哥们聚会啊，他们领了几个小丫头，长得斯斯文文的啊，喝点酒，助点兴。一劝不喝，两劝不喝，三劝一劝没劝住，我的天哪，饭开搂了，搂了7八瓶老友花呀，还没够，张服务员又要一件，那大小往上一踩，一举瓶鱼炫一个就没了，我的天哪，下不了，真能喝呀。最近我发现你的行为有些怪异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需要对你做一项测试。神者不怕影子斜，随便你踩。如果你面前有5米深的坑，你跳进去了以后该怎么出来？这个简单，把脑壳头水倒出来，不就飘起来了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正常人，你脑子里有那么多水吗？我脑壳头不进那么多水，我干嘛要跳下去呢？你们笑什么笑？我看你一天测试这个，测试那个，我倒是想晓得你智商咋样？本科毕业，随便测。在不将这条线变短的情况下，如何将它变短？你这样提自我矛盾，是病句，根本没办法。怎么讲呢？这样不就变短了？哎呦我的妈！
妈，我们还没定呢。那你们俩谁算数好就谁管吧。姑娘啊，妈考考你，一斤苹果3.5元，17斤6两，多少钱呢？不知道啊。李希啊，哎，妈问你，一斤苹果3.5元，2斤苹果多少钱？妈问你忘了。5块。妈扣呗，谁管钱？我女婿管钱。为啥啊？因为他知道讲价。知道讲价。妈妈太热了，妈把空调打开吧。阳气丢了，这不在你兜里呢吗？没电了。10块钱嘛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就这10块钱。行啊，干一位家务。赶紧打开吧。不是，你别开了，怪费电的啊。抠抠搜搜的呢，开闺女。真是。那你跪着干啥呀？这电费吹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在电商那里为粉丝谋福利是这样吗？马上开播了，你准备好币子开刷吧。明白。哎呦，这谁家电商啊？1314不要钱呢，订户就这么刷呀？这会儿功夫整10个 W 了。来，我连你。你好，毕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做小本买卖的，卖咱家自己品牌的茶叶，东湖重景，3盒298，嘎嘎好喝，我家全是回头客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感觉贵吗？那不贵了，都是人工采摘的啊，贵呀、啊，10袋169，那不扯呢吗？又觉着个二心思，我也是赔呀。哎，啥呀？你手里拿的茶具啊？啊，这我家主人杯，庄里，这杯子必须赠送。主人杯那不展示江湖地位的吗？我家老铁都需要啊，有那玩意儿呢，谁给你们喝茶，杯子都得压得贼低。你还得需要点东西呢，还赠送？哎，手里的蛤蟆也是跟茶道有关的吧？庄里赠送。那不行，毕哥，我这一单的货亏100了。别磨叽啊，不卖我就挂你，就1000单，为了我家老铁都可以买到啊，每单我可以给你补30，但是你必须得赠送茶具，还得上3000单。阿碧，我真最后一次来，今天吧我认了，就上3000单，多一单都没有啊。多少单呢？今天呢？5000多。这老茶叶我太爷都不喝，还能卖真多？下回我换个号来，还这么整。不要。为什么你们女人都喜欢油腔滑调的男人，我们这种老实男人却没人喜欢呢？因为你们不解风情啊。我们哪里不解风情了？你今晚来我家，我再告诉你。不，你先给我解释。